这次要进去的是0463 3078 7979。哎，怎么感觉好像去过？这应该是香港的观众吧？这个感觉好难念哦。你到低基不基的岛，是这样子念吗？麻烦你了。这岛名太难了吧？香港人也表示也很难。好，那岛前还蛮漂亮的、啊，夜晚。先来看一下设计，哦，好多哦，感觉是很厉害的岛主哦。你看他自己用一个这个枯山水，然后这个好漂亮哦，这应该是地砖吧。然后这种石头也是很好用的东西哦。哦，还有这种书柜。来哦，赶快哦，你们赶快记一下他的那个设计号码731532143906。他设计的东西看起来都很实用啊，还有这种可以垫高的站板有没有？哦，他也有做很多衣服啊。他岛上好多人哦，六个人。然后呢？大概也分三个区块嘛，右下、上面，然后跟左下。那我们一样就先右下这边先给他逛一逛吧。这边是他的机场，从这里好了。这个地板的地砖应该就是他画的那个、哦。哎，阿波罗哎，然后这边有个园艺花店。胡拉拉的家，胡拉拉是谁啊？看一下。哦，原来是你，这完全就是一个红客啊，难怪他家会用成这个样子。胡拉拉听起来像是那种那种偶像剧女主角会有的名字啊、哦他每个人的家旁边都有用瀑布这样隔起来哦。为什么每个人房子门口都是粉红色的？太一致了吧？哦，他这里就全部用这种地砖铺起来。哇，这边一大片都是婚礼的布置。那这边有婚礼的餐桌，这边是他自己的房子哦，他房子哦，足球场在这里，好看哎，这个足球场，要画足球场也是不简单哦，然后这跳格子的，香港是跳飞机嘛。哦，这个感觉很像那种美国的大学生，是不是？哦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画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个画是怎样？真的有这些画吗？怎么好像跟美术馆在卖的不太一样？对啊，我印象中美术馆的画是这边的、啊。嗯，妈妈艺术，原来如此，没有拿过哎。哇，所以他这一栋房子就是做一个学校的感觉喽。这边就是演讲台，哦，这里是音乐教室，有美术教室、音乐教室。
他就是做一个学校的样子。哇，地下室是篮球场哎，然后他那个足球的那个线也可以用在这里哦，超棒的啊，体育间都有了。我这边就是比较像一般的教室啊，理科教室。规划的很好哎，刚好二楼这种就是比较长形的地方哦，放这些桌椅这样子排列就很合理，所以它大厅就有那种 feel。然后这边你看学生的脚踏车就停在这里，对，但是应该就是做一个学校吧。这里有一栋房子，这里也一栋。好，我觉得我们大概就是来逛房子了。看起来是餐厅哦。进来这里是日式餐厅吗？有叉冰啊。嗯，会不会每一栋房子都是卖不一样国家的食物吧？哦，这边就变有吧台了。虽然不太清楚是在卖什么的，可是很有气氛。那这边呢，看就是卖面包跟咖啡的地方，蛋糕。好，这一栋应该就全部都是餐厅了。哦，这里才是面包店，西点面包。哇，这里就是卖酒的。哦，这就是他自己画的那个、酒桶，有没有？哎，很厉害，他还自己画那个板子。好，哇，哈哈，烛光晚餐，这里还可以往外面看夜景哦。好漂亮哦，超漂亮的高级餐厅哦。跟他讲话有什么吗？香辣土豆丝，不要土豆是哪桌点的？还蛮有趣的设计对话。借书记得还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去的是图书馆哦。图书馆，图书馆也可以用一整栋房子，感觉就很厉害。哦，这里是儿童书籍区吗？好可爱哦。嗯，这里是怎样？办公室。哦，这是怎样？感觉在找什么嫌疑人。哇，仓库区，好乱啊！黑名单。这些来借过书的人都有破坏过书籍，还是借书不还之类的记录吗？哎、为什么图书馆地下室是这个？呀，走过去。是我的话，我来图书馆就是来这个地方啊。哦，这里就好多书哦。这边是认真来借书的人才会在这个地方。
我这边有一个提供看书的地方。哎呀，好看好看，好，它这边有一个标志叫我们往这里走，那我们往这边走看看。哇，好可爱哦，这个打扮，看见我家白雪公主了吗？是怎样？这边有七个小矮人，所以是童话馆吗？这个岛感觉就是要来逛房子哦。这个破衣服，然后有破井。然后这边这是魔镜吗？白雪公主馆吗？那我应该往哪边开始看？这是小矮人的房间呢。好可爱哦！哦，所以我躺上去的话，我就会变白雪公主了吗？被已经吃了毒苹果的白雪公主，这里应该是白雪公主跟小矮人一起生活的地方。然后白雪公主呢，她是她的餐点就是这颗苹果。往下，哇，这里是怎样？这是制造那个毒苹果的地方吗？好可怕哦，一堆蟑螂。嗯，这里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的地方吗？七个椅子，是怎样？王子跟白雪公主就跟七个小矮人住在一起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这里又是什么？花木兰吗？伊拉夏伊马塞，这里是日本料理店吗？这边是和风主题馆吗？这里有武士，这边呢就是泡温泉的地方啊。枫叶区啊，是不是要等到十月才会有啊？这壁纸跟地板好漂亮啊！这里吃饭的地方，它每栋房子都有一个独特的主题。哇，哎，这个很日式，这个很日式，就是那种多人旅游，然后去餐厅吃饭，就是这种情形哦。二楼这边就是中式的餐厅了，这边还有床。这一间房间就很中国风了。哦，它的沙滩是用它画的那个地板铺成这个样子。好看，张婉婉，张婉出现在这里真是刚好，在这个海边下围棋的地方。你是白雪公主吗？狐狸出现的海滩，然后这里是它的矿场，哦，这是博物馆，哇，很气派。哈哈，哎，刚好有彩虹哎，他有挑日子哦。
哇，他这一大块就全部用来布置这个博物馆了。这一区啊，看来他对富达很好啊。然后他地上丢了各种星座的星星碎片。这边就算是他的居民区了，然后这里有一栋房子，这一栋房子看就不是什么主题，就是一般的住宅了。这边是餐厅，哦，新作房。看来已经凑了很多星座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还缺一个东西的样子。哦，十二有，我看到了。哇，六套衣服他都有了，看起来很欢乐哦，复活节。哇，这毛毛地毯我很喜欢。放一只大熊熊，等于播电影。这房间我喜欢。哇，他的房间跟我的房间还蛮像的。这边有两座桥了。欸，看一下哦。就这样子用两座桥很漂亮，就站在这里，然后可以看到对面还有一座桥。我觉得这样的造景很漂亮，然后旁边是高的，这边看有这个彩虹什么的。好啦，应该逛完了。那我就回去了。好啦，那就先这样子。